现在是拜八十八佛，现在是所有的大众法师以及我们的未来佛，你诚心的在忏悔，只要你有一颗完全专注相信，相信我们从过去无始劫来当中呢，我们有六万年所有的因为无明所带来的，所以我们感恩世尊，感恩我们这个世代还有大觉者世尊的法，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学习。我们在这边以忏悔的心来看大众。只要你有一颗重新忏悔，不管过去发生的任何事件，从这一刻，我们愿意真正的重新洗涤，再次架构，重新架构，感恩弥陀父。在心里面当中给我们有这么多的学习的机会，我们愿意在此臣服顺服，谢谢，谢谢弥陀父，谢谢诸佛菩萨，谢谢我们的灵性的父亲阿弥陀佛，谢谢药师佛，谢谢我们以至诚感谢的心。阿弥陀佛。人最珍贵的就是他身为人，而且他会懂得真正的过去错了，全心忏悔，这就是身为人珍贵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今日拜完八十八佛，现在诚心的跟着所有的清净大海众佛菩萨做忏悔，感恩，感恩我们在这个世代有佛陀的大法，让我们在此生能够完全透过忏悔回到我们心地法门的自心。感恩我们就是如同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出淤泥而不染的金色莲花，金是代表最珍贵的，金色是代表透明本来无一物。